喝吗？心里虽然不舍，但一定很高兴。今天品尝人生的路上有人来照顾跟疼惜。这个时候，我们要请新娘品尝来向爸爸妈妈说内心感谢的话。感谢我的父母的养育，在你们的呵护下，我长大很幸福。为将来我们会互相扶持打拼，婚姻我们会努力的，努力的经营，也请你不放弃。感恩你们给我们祝福，谢谢爸爸妈妈，我爱你。高兴的日子，陈爸爸陈妈妈请回座。女儿出嫁的时候，这个爸爸的话真的是满心欢喜，我也正这样子期待着。这个时候我们要请新郎的爸爸妈妈来到台前，从今天开始一起的人生路上有牵手来作伴。今天有可靠的夫婿来疼惜，我相信这是为人父母最大的安慰与喜乐。我们要请新郎一凯来向爸爸妈妈说内心感谢的话。爸爸妈妈，谢谢你们。其实我从小身体就不好，然后又很调皮捣蛋，也很感谢你们这样子一路扶持我三十几年，到我现在长大成人。那现在我要成立一个自己的家庭，当然在这个家庭我会努力的经营。那我们这个家庭，我希望说并不是说跟我们原本的家庭脱离，但是我希望说有了这个家庭之后，包括我们上一代的家庭会更大更完整。还是很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成为神所祝福的家庭，愿神。